2018年度大赏，本次参与的品牌有，不单单只是穿起来很潮的运动服饰 ，Tiger， 装上什么，踏上健身旅程永远不会太迟 ，Team Joy， 在健身房挥洒汗水时，也能享受专业支撑 ，My Protein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Guy。哎，这次健身时装秀的阵容真的是非常的坚强啊！没错，来自台湾的 Tiger， 香港的 Team Joy， and 英国的 Mike Martin。不，我指的是 model 的部分。有来自我们嘉义的童颜巨乳、港前硬举王，以及我们的内湖冯迪索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首先进场的是我们的 Tiger。Tiger 这个健身服饰品牌融合了很多时尚潮流的元素在里面。无论你是约完会直接转战健身房，或是健身完转战 Lava， 都可以让你无缝接轨，省下不少时间。没错，大家都知道 ，Tiger 的创办人就是健身界非常有名的 Top。What's up, guys？ 接什么？对，我刚才讲的真的是讲不出来的口误，你知道吗？很酷的一个人，个人特色非常鲜明，对品牌的要求也是非常高。你可以从他的服饰上看到许多创办人的巧思在里面，版型的剪裁、编织的工法、特殊布料的选用，都下了很多功夫。穿上拍的，就连放个羊都潮。农夫走路瞬间变成了气度不凡的农夫走路，那是什么？就比较潮的农夫走路。接着进入我个人非常喜爱的帽款部分，因为我本身是帽控，很喜欢戴帽子，所以我对于 Tiger 出的健身老帽非常感兴趣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出场的是最新的快干训练帽，电绣小 logo 与白色包边完美相呼应，佩戴上呈现随性不羁的个性感。像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一顶硬式夹心老帽，戴起来坚挺有型，修饰脸型。但我就觉得还好，感觉不是非常适合。几岁？40，那就说明了你已经不潮了嘛。妈的，你看起来差不多好吗？哎，好像也是哦。好，接着下来进场的是我们的 Team Joy。Team Joy。Team Joy 健身服饰专为亚洲人身形打造，多数剪裁细节让他们的训练衣在视觉上修饰腰身，凸显背肌、胸肌。袖口服帖展露手臂线条，穿上它帮助你更加凸显黄金倒三角比例，展现完美健身成果。材质方面，特殊弹性棉与高成分软棉的完美比例，凸显肌肉立体感，完美包覆却无束绑，高舒适性，轻柔触感使你穿着舒适，良好的排汗机制，亲肤吸汗，适合热爱挥洒汗水认真训练的你。素雅设计配上修身形状剪裁，无论进健身房还是身于街头，都很适合。运动休闲都能随意搭配，特别是配上他们的机能训练长裤，营造出就一式的整体感，让你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。而且冷热水洗后不缩水，标签绝不脱落。其实缩水我还可以接受，变松就不行。衣服缩水会有变具的错觉吗？没错，变松就会让你觉得还是变瘦。你就承认嘛！我衣服洗过，真的有变松好吗？好，最后登场的是我们来自英国的 My Protein。自2004年成立以来 ，My Protein 至今已经迈入第13个年头。他们的健身服饰也是经历了不断的进步，演变到现在舒适、好穿又修饰身形的各款健身服饰。我以前最早开始认识 Michael Jin 是从他们的补给品开始，就没想到他们后来出的健身机能服饰也是意外的令我很惊艳。颇有多年经验的健身大妈，质地轻柔有弹性，剪裁非常合身。尽管是我17寸的上臂，也能完美的包覆，不会觉得哪里卡卡。我相信他们走到现在，19寸、20寸、22寸的手臂都测试过了。我想您这17寸
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才对。好了，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件就是我们 Micro 镜专门针对亚太地区设计，带有东洋风的祥云图案短袖。不论你长相多凶恶，穿上它都能显得有气质啊！一定要这样。好来，现在看到的是男子运动无缝上衣，特殊的编织工法，完美的修饰你的身形。就算你是体脂肪飙高，变得臃肿也没关系，穿上它完全可以掩盖增肌失败的事实。胡说八道，你才增肌失败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目前我跟我合作的健身服饰品牌，当然还有很多款式我还没有展示出来，有兴趣的朋友我会把网址放在影片下方，大家可以去逛逛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是健人该光华波波 AKA 内湖逢迪所，内湖逢迪所，内湖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才增肌失败。